我是鸿飞，我现在在安徽太和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要给我女朋友烧个菜吃啊，因为呢，她天天给我烧那么多好吃的菜，但是我不太会烧菜，我就烧个鱼吧。我感觉我只会烧鱼。好嘞，今天呢就开始烧水煮鱼。很久没有去烧菜了，我已经忘了这个菜怎么烧的，凭着记忆烧的。然后这是为我女朋友烧的第一道菜，来看一看。很多那个材料我都忘掉了，反正呢，我觉得应该能吃吧，来尝一下。targeted at